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由周迅、霍建华主演的《如懿传》早就拍好，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无法播出。不会放开臣妾的那双手。小记者等到头发都快白了，只能不断重蕊后宫《甄嬛传》解闷。即便认定红颜是皇上亲生，白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。不过呢，最近终于有好消息。根据电视圈大哥微博表示，《如懿传》将以周播大剧的形式，在两大电视台的暑假档期播出。就这样被你一口断送，皇上亲亲。由于剧中的宫斗戏码和大陆推行的中华文化理念不符，经过大量删减修改，原本99集变成88集。谁做的？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身在外人之上。不过目前一切还是得等到官方宣布才准确，小记者是真心希望暑假就能看到《如懿传》开播。